好，再来这一题，您请的提醒哈，他说，ABC 柱中，然后角 A 是120度，好，有一个是120度，然后呢，菱形的面积是72根号3，那 AB 的长度是多少？角 A 哦，在这边好了，角 A 是大的哈，AB、C、D，所以我可以知道的是什么？角 A 120，角 B 不就是60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一个对角线画完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30、60、90啊，哈，60、30、90度，面积是72根号3。那我就假设30度对过来的这个长度，如果称为 A，那这里也称为 A，对不对？那60度对过来的这个 VO 呢？VO 是不是叫做 A 的根号三倍？所以它叫做根号三 A。好，那 O 柱的长度当然也叫做根号三 A。那面积是由对角线乘对角线来的，也就是二乘 A 啊，对不起，二 A。好，AC 的长度是二 A，B 柱的长度叫做二根号三 A，对角线乘对角线除以二，结果会等于我的面积72倍的根号三。好，继续哦，二跟二约掉，根号三跟根号三约掉。这个二再跟72约掉，36倍，所以我会知道我的 a 平方等于36，那 a 当然会等于正六根负六，对不对？长度不合，负，长度负不合哈，所以 a 等于六，那 ab 的长度是多少？好，最后再把它套回去而已。a 是六，所以这里也是六根号三，对不对？90度是六的2倍，12啦。AB 就是12，答案是 A。